阿公手提着画笔，阁无啥智力，需要透过别人的辅助才有法度画图。家己在画关怀古典，为着阿公阿嬷安排这课程，就是要帮助老大人运动筋骨，也使透过课程互长辈甲人互动。那我们今天比较特别，是直接我们用一个空白拼图去让他们彩绘。然后彩绘呢，我们还很贴心的帮他们每一张作品绣上他们自己的名字，属于他们专属的拼图。然后弄完还可以弄下来，还可以弄下来自己装。刚刚阿妈还跟我说：“啊，恁在死啊恁，今仔要给恁当头壳啊。”就觉得很有趣。现场嘛有真侪小朋友陪伴阿公阿妈做回到古典参与，促进祖孙之间的感情，现场是真欢乐噶温馨。阿妈在这方面，他们真的很喜欢画。从哪笔？我们一直有很多种笔让他们画，色铅笔，细细的色铅笔，彩色笔，然后蜡笔，然后还有用手指头画的粉彩笔，就是不拿笔，直接用手去触碰的笔啊。所以我们会结合一些，阿孙呢带着阿妈，甚至阿祖来这边跟我们一起同乐，然后把整个气氛就是很热闹。借着世代共融，让你画关怀古典，每个限制长辈参加。祖孙啊，大手牵小手合作完成作品，也有我阿公阿嬷甲孙啊之间的距离，更是让小朋友实际学习如何甲长辈互动，达到世代交流的意义，现场是充满天伦之乐。咱天新闻台的孙佳丽采访报道。